徐伟宁在雨中仰望天际，这是他主演的最新影集《他和他的他》六日释出的主视觉照。剧情探讨女性在台湾社会面对的各种困难与侵害，也是一个关于后来怎么了的故事。该剧去年5月开拍，却因疫情一度暂缓，直到8月初复工，10月顺利杀青。徐伟宁回忆拍海报时，工作人员很辛苦，天气炎热，人得戴上两层口罩，只有他是唯一可以拿下口罩自由呼吸的人。以前拍淋雨戏会很不舒服，但这一次雨水打在身上非常痛快，如同角色心境迫不及待想要让雨水洗净心里的尘埃。最印象深刻的是和弟弟爸爸妈妈有很多场吃饭的戏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菜色都很好，一不小心会一直想要夹菜，想吃的心情大过于讲台词。该剧卡斯阵容也十分华丽哦，包括李佩瑜、温真菱、于子玉、丁宁、李成斌、伊正、徐君浩、林哲熙、薛士林等人，另外陈以文、贾静雯、胡宇威、郭雪芙、吴康仁等人将会特别演出，令观众相当期待。